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台长师父。师父帮我看一下，2010年属虎的男孩。2010年。属虎。10年是吧？对。这小孩子脑子有点小问题啊，而且骨头跟血液都有点小问题啊。发育不良，你知道吗？整个血液系统循环不好，发育不良。晚上害怕。是。身上有灵性，喜欢自言自语。师傅再帮他看看他眼睛。看了，这个不是他的眼睛。不是他的眼睛。师傅，这个孩子眼睛先天性的散光看不好，我想。你问他现在清楚一点了不啦？啊，看看爷爷，清楚点吗？干师傅，人家下面都看出来台长在给他加持，他一点都不懂的啦，他还不知道大家鼓掌为什么呢，因为他眼儿子的眼睛好看啊。对不起师傅，我是太激动了。太激动了，跟你说一加持马上就好很多了，看看爷爷清楚吧。清楚。干师傅。爷爷，你做梦做到过爷爷没有啊？没有是吧？想不想做梦做到爷爷啊？想。告诉你，你哪一天做到爷爷的时候，你的眼睛就好了。好。感恩师父。好，叫他眼睛现在闭一下，闭一下啊，自然的放松啊。爷爷给你加持一下啊。好，看爷爷清楚吧。清楚。眼睛热不热啊？热。头热不热啊？热。干师傅，这种毛病我告诉你，并不是完全灵性病，灵性只是一点点散灵，过去你吃的活的，给他吃的活的东西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其实一点都没事情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看我的眼睛现在都不得了了，给他一加持，我怎么这么清楚了现在？甘师傅。所以帮助人家一定能帮助到自己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记住了，这个孩子你给他每天念那个往生咒要念108遍，连续念3个月。好。之后改到21遍。好。很快的，他没有什么大灵性。他这个眼睛真的是因为你在生他的时候有过见红。是是。鼓掌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差一点点他会跑掉。对的师父。台长变妇产科医生了。感恩师父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就是差一点跑掉，拉回去又把他拉回来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所以这个眼睛，因为啊鬼眼呢看不清楚啊，路找不到啊，差点到人家隔壁那个妇产科的人家床上去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师父。你呀、好好的念经，你们家族里边还是有修的，你们家里啊有人良心很好，专门做善事的，请讲。 我们家姊妹四个都在修师父。看见了吗？好了，师父，他的眼睛还需要多少小房子，多少鱼？慢慢念吧，完全恢复，陆陆续续加起来，800张。好，感恩师父。没什么问题，叫他不要吃活的了。好。这个小孩子很好的，很可怜的，而且很懂事情，他生出来就特别懂事情。是的。而且你没钱，他一直妈妈不要买了，啊
哎呀，不像人家孩子，我要买，我要买，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他都是妈妈没关系的，不要像还债的。对的，对的，师父就是这样的。现在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所以自己要对得起孩子啊，这种孩子来帮你的，明白了吗？知道了，师父。好了，还有要记住啊，小便不好啊，这个小孩子啊。是的。很大了还尿床呢。是的，师父。鼓掌。现在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除了眼睛啊，还有一个肾脏，小孩子有问题。是的，是的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其他没什么，其他蛮好。他起来找个女朋友是很瘦的，也戴副眼镜。好，算了，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师父还能帮我看一下家里的佛台好吗？家里佛台是吧？是。楼房。是。菩萨来过。是。你有护法神来过。是。家里香经常打圈。家里啊，我告诉你啊。啊。还经常。那个香啊，打卷。是的，是的。感恩师父。菩萨来很多，你要好好求。你这个人呢，有点点业障。你老公在不在这里啊？不在。不在，我讲给你听，好不啦？好。你在没跟他之前呢，啊？啊。师父，我错了。你错了。我错了。来人呐，拉出去。对不起，师父，我错了，我忏悔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好念经啊。好，知道了，师父。其他没什么大问题。师父还能看一个亡人吗？可以啊，讲啊。吴建明，口天吴，健康的健，人民的民。吴建明。吴建明，2009年。男的女的？男的。啊，被你们抄上去了，在阿修罗道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在阿修罗道。好，是你的爸爸？是我姐姐的公公。公公是吧？是。脾气很大。有点。没什么大问题，已经在阿修罗道了。好，感恩师父。好了好了。